文三两，对面卖五文四两，你为嘛卖五文三两？哟，官爷呀，您买五文二两，算你有眼力见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好嘛，这又上油他身上的味儿啊，这都能尝出来。这猪头怎么卖？猪头不卖。你为嘛不卖？不是不卖，是不卖给您。哎，你信不信我给你脑袋砍下来搁这卖了？那你试试啊。试试我就试试，你解开。死了，兄弟！薛大人，他为何如此怕你？我现在可是大理寺的官差。你这牌子哪儿偷的？什么哪儿偷的？这可是大理寺正宗的官牌。你去了大理寺？大理寺让人屠寺了不成？胡说什么呢？本以为我薛坦会怀才不遇，壮志难成。没想到大理寺卿朱大人双目如炬，慧眼识珠，一眼就发觉了我，并提拔我为大理寺鸿胪司寺正。这大理寺卿应该是瞎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也会把你带进去。我可不去。清心也去。青青，找我何事？青青，嫁给我！滚开！我上官青青堂堂一个顶级捉妖师，岂会嫁给你这等粗人？我不是粗人，我心思细腻得很。哎，你说你，好歹也是昔日太史令李淳风的后人，为何就混成杀猪的了？杀猪只是我的职业，但并不影响我对你的爱护。青青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妖物质吗？我现在就把它送给你。反正我也不识字，但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。我爹说了，不传外人。嫁给我，你就不是外人了。我即便想要妖物质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。收起来吧，我定会凭自己本事拿到的。丞相，不如这样，你也别难为青青，我认你当儿子，我便是你的父亲。青青，你嫁给我，你就不是外人了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为父也就堂堂正正的帮你收管妖物质。妈妈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薛坦，你真的要娶我啊？没有啊，儿子不同意。我当然不同意，妈妈是我的。你管谁叫妈？好了好了，赶紧说事吧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以后莫要称呼我的本名，请叫我薛四正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理寺被人灭门屠寺了，他去便当了差，而且还升了官。那你为何不穿官服？我刚到就升官了，这官服还没做好呢。这大理寺卿真够不长眼的，居然会提拔你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仅升了官，而且还接了最近最有名的杀人凤凰一案。这种案子都敢接，定是找你背黑锅了吧？嗯，不背黑锅，这一等大案，岂能轮得到我？明知是背黑锅，你怎么还如此淡然？那你到底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我当然去了。你去我就去啊！你去我就去啊！那咱们走吧。去哪儿？我得到线索，今晚我们就去中书令府上抓捕杀人凤凰。
能找到他。报告大王，尚未找到。那还不快去？去哪儿？找蛋呐！去哪儿找？给我滚蛋！好的，大王。走。我们先去吃饭吧。你不是刚吃了十斤包子吗？可是我又饿了。等我。不好。看来是来晚了。走。薛达，我都吐了六屉了，这回我是真饿了。啊！猪妖，这不是卖鸡蛋的猪妖吗？你们为何在此处？这话还得我问你。我只是恰巧路过而已。路过？这满院子的尸体，怕是和你脱不了干系。千邪万岁，岁水而不是急急如律。